提到了 BRRR 的投资策略，其中的 Buy 购买是关键。上期我们讲了如何获得低价房的途径，今天来讲讲如何挑选合适的房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oyce， 是名资深房产经纪与投资人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们一起走向财富自由。大家知道，投资房产真正的诀窍在于赚在购买时，而不是出售时。那么如何挑选合适的房子呢，就决定了我们投资的成功与否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讲讲如何挑选合适的旧房翻新房源。第一，购买价格。购买价格是关键，只要买的价格足够低，才能有钱赚，才能够容错。最理想的购买价格就是 ARV 的 70%， 也就是 70% 法则，即翻新后的市场价七折，再减掉翻新所需要的费用。二，房源类型，最理想的户型至少是三房两卫的独栋，房间太少，卫生间太少，都会影响出租出售。面积在1100到2500平方英尺，价格呢在中低价位的入门级的房子，受众面最广，不管是出租或者是出售，都能够快速脱手。三，尽量不要买在洪水区，洪水小会增加持有成本，除非价格实在是低得诱人。第四，有先天性缺陷的房子不要买，房子里的油漆、白面啊、橱柜啊、地板，这些不喜欢的话通通可以换，但是先天性缺陷我们没法改。这些先天性缺陷包括了结构啊、路冲啊、高压线啊、地理位置啊等等。第五，离家不要太远的房子，旧房翻新是个费时费力的活，尽量不要选开车1个小时以上的房子，那样的话不管是装修或者出租管理，跑起来都费时费力。以上这些呢，就是我今天总结的几点，欢迎大家来补充，欢迎加我的微信，我们会有线上及线下活动分享。喜欢的话点赞、转发、评论，一键三连哦，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努力的强大动力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